我的，一条鱼就一个鱼肚子，你吃了我吃什么？行吧，喂鱼子与小人拿羊肉，你吃吧，你吃吧，你吃。谢谢师傅。等等，你怎么有一盒啊？生分食早，一次吃过瘾。即食麻辣鱼肚，从小我就喜欢吃鱼表，但是我经常抢不过别人。 这种脆脆弹弹汁水满满的鱼肚，真的最好吃了。不过随着科技的发展，有了即食鱼肚，满满一盒可以一次吃个手忙，就是不知道好不好吃了。建议冷吃，口味更加，所以我是放了冰箱一会儿。然后我们打开来看一下，看起来好像肥肠，它闻起来像是那种清油火锅，香香辣辣的，还有花椒的香味，所以比较清爽。它这滴汁水，我的天哪！ 你第一口咬进去的时候，它爆汁，你知道吗？就是瞬间你能尝到它那种很丰富的口味，接着就这种脆脆的弹牙的感觉，就是想到家里面那种噔一下的，哇，好吃，它很鲜，尤其是那种花椒味嘛，很浓，加上它的甜辣口的会更鲜。这就是鱼肚的魅力啊！跟你讲，就是真的棒，没有打广告，是真的棒，我只有这个停不下来了。淑芬评价4颗半，再多3分之2颗星。为什么要打广告？不敢打太满，我怕以后遇到比较更好吃的。好了。